定很烂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还蛮烂的啦，跟上同一间啦。那你呢？我，只有上小港而已啦，怎么离你们那么远呐？你今天怎么了？要不要跟我去稻米小排？可是我，你怎么了？今天要去补习？那好吧，我快撑不住了啊！那是伟杰吗？他不是跟我说他要去补习班，怎么会来网咖呢？难道他是骗我的吗？哦，主啊！跟我说他要去补习，我却看到他去网咖。说好的小排呢？权宪哥，你去叫伟杰来小排的。阿们，感谢主，阿们万物要喜乐，阿们不要难过。看见了，其实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主身体上的肢体。阿们，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不可缺少的。阿们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看见同伴遇到一些情形。他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呢，应当不是定罪他们。既然我们都来到这个小牌里面了，应当呢需要在小牌里面为他们代祷。那我们就一同的来为伟杰简单的一点祷告。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，的确有人放我们鸽子，被其他事霸占或欺骗，但愿我们视他为同伴，为他祷告，而我们当然也要来这属于自己的校园小排。肢体，Amen，每一位都是不可少的。Amen，你来纪念伟杰。Amen，保守他的心。Amen，你的代祷。Amen，你来吸引。Amen，释放他。Amen，与我们一同的聚集。Amen，能够主要享受这样的小牌。耶稣，阿门。保守道明中学，阿门。福音。
种子。阿门。主耶稣。阿门。今天到了一个校园。阿门。主耶稣。阿门。每周固定时间，在校园某处，同校的弟兄姊妹们一同为着校园小排、福音聚会、特会，甚至同学、老师、校长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如同铁轨，有了铁轨，主这火车就能往前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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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，冠武吗？嘿，我宇璇啦。嘿，宇璇。冠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学校都没有弟兄哎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冠武，对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哦。怎么了吗？我们以后约每天11点到11点半玩的好不好？可以呀。哦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喽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超肥大的、啊！哎、欸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教会这个礼拜有一场福音聚会，我们要不要一起来？哎、欸，这个福音刚才我们就有福音刚才，来，第一张，欢迎你们来，第一张，谢谢，还有第一张，都要来哦，好不错哦，很好玩哦，谢谢。轻快，我们要到神家里去敬拜。我口唱着诗歌，心情多开怀。所有捆绑和忧愁。啊！啊！对，就是这样，打死他！快点，让他跑了，快！在这属于主的日子里，和同伴们一同来擘饼纪念主。这不仅成为我们课业繁忙中纾压的管道，更成就主在我们身上的建造。嘿，宇轩。嘿，冠武怎么了？你等一下要干嘛？我想一下，等一下应该是去念书吧。念书？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我想。好啊，走吧。好。哎，冠武，起床了，不要睡了啦！哦，读书啦！哦。哎，冠武，你跟你说，哎，这边感觉蛮好玩的，我们考完试去这边玩好不好？同学，读书，对不起。好嘞，哥啊！开坑！啊，我死了！我犯病，切！唉，这3年就这样花在电脑游戏上，赢的没有人记得，我死的也没有人纪念，真是虚空的虚空啊！唉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来看一下 FB 好了。哦，相片。爱宴一二排，怎么会？竟然都没有我。哎，这么久没来聚会，感觉好陌生啊。进去吧。
可是不行，既然进来了，就要进去。恩利哥，之前打给我，我都没有接。测试通过。各位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开。伟杰，大家，伟杰，他突然记得我，原来一直是孤单一个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很高兴你们踏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阶段。此刻的心情必定是欢喜跳跃的，但在兴奋之余，是否还有一些小小的疑问无法得到解答？未来的课业压力、同侪之间的互动，有时就如同迷失的羔羊一般，甚至会因此失去信心。我们都了解，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过。这段影片就是我们高中三年的写照，有刚强，有软弱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而最特别的是，不论遇到哪一种光景，我们都将它卸给神。从校园小排到周五共同追求，弟兄姊妹们相互交通带导，彼此学习成长，成为了我们应时的帮助。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说道：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要大大的赏赐你。在黄金的七年中，就属高中阶段最能经历主与生命的作成。盼望你们能好好的数算自己的光阴，过一个不一样的高中生活。奔跑的路程若感到疲倦时，永远要记住，有一个家的门会一直为你们敞开，那就是